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我们要祝福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在哪一块土地，你在哪一个城市，你在哪一个国家，祝福你在你所在的地方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。祝福你回头看过去这一整年，充满感恩，虽然一定有高山有低谷，但是充满感恩，面对未来充满盼望，因为知道我是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的。今天要和你分享诗篇127篇，我们要用这一篇来跟大家享受上帝的祝福。前两天分享到说，我们有建造之福，不会建造了半天白忙一场，我们也有看守之福，我努力的结果留得住，不会到最后都漏掉了。而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，我想对现代人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祝福，那就是能够安歇，能够睡得着觉。哎，你说这件事情，睡得着觉也要祝福哦，不每天都这样吗？你知道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多少人每天是活在失眠里面的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过？如果你失眠过一个晚上，你会觉得哦好无聊哦，第二天精神不好。连续失眠三天，你恐怕就觉得怎么会这样，整个人什么坐也不对，站也不对。我曾经有失眠过100天、哦、我有那样一个经验，真的是我一生当中很可怕的一个经验。你白天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可是晚上累得要死，就是睡不着。我真的能够体会，我读给你听这段经文，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能够安睡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你觉得说哇，我累得半死，我每天工作的跟牛一样，好累哦。晚上 躺在床上，那30秒、10秒，有人说我3秒就睡着了，啊，你觉得好累。可是能够累完之后能够睡着，这是多大一个恩典，而不是好累，可是我晚上躺在床上，脑袋却停不下来，东想西想，研究这个，担心那个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安睡吗？因为你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我的神掌权，我做了我该做的，我就把结果交托给神，我相信我尽本分了，而我的神为我担当每一天的重担。我非常喜欢诗篇里面说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天天背负我重担的神，担子不在我的肩膀上，我就是尽本分做我该做的，然后我就交给他。我知道他爱我，他的恩典够我用，他负我的责任。祝福你白天再忙再累，晚上能够安然入睡。祝福你新的一年每一天都能够享受安睡之福。